净空法师法语。十三，业障是起心动念。一，什么是业障？业障是起心动念。业障消除了是什么现象？心是平静的，我们现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不会分别，不会执着，不会起心动念。二，在境界里面，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天天在勘验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今年比去年清净多了，进步，这一个月比上个月清净，又进步了。三，如果做到每天不一样，那不得了，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，肯定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。四，每天不一样，这个我们现在还做不到，我们现在充其量只能做到每个星期都有进步，进步的幅度有高有低，最低的限度也有一点小进步。心愈来愈清净，业障愈来愈少，智慧愈来愈增长，这样修学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离苦的乐，法喜充满。http://www.book853.com/show/asp/page:6:6:id:2466:sit:159